185页第三行，此菩萨修诸行时，于佛法中得最甚解，于佛菩提得广大解，于菩萨愿未曾休息，尽一切劫心无疲倦，于一切苦不生厌离，一切众魔所不能动，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具行一切菩萨苦行，修菩萨行精勤匪懈，于大圣愿恒不退转。这是第二个部分。第一个是讲十个善根，第二个呢是讲菩萨愿不退转。这个与诸佛同一善根呢、是最高境界啊！你善根到最高，就是要跟佛同善根。那你修行这件事，是于大圣愿恒不退转。那这里我们要跟各位先做一个定义，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就是怎么样啊？最简单的就是吃素，不能正面看女孩子，要看只能看到小腿以下，再往上看就要色鬼，这要持戒，对不对？那基本的你不能说他错啊，他不是吃素，他吃菜，甚至于吃草，那个就吃的最好，这都没有错啊。你坚持这部分没错。那么更高级一点哦，精进念佛，走到那里就有一个东西一直咬，美其名叫转经轮啊，还有拿个锄啊，还有拿个旗，说神经病不像神经病啊，他很精进。还有甚至于穿着海青街上走，白天还好，晚上会吓死人，这都无所谓，这第二阶。第三阶他就很精进，拜忏或者闭关禅修走到哪了蒲团带到哪有些人出去是枕头都带着走，床棉被都带着走他是蒲团带着走，很精进。这个叫修行吗？你要弄清楚啊，修行要做什么？我要往生，我要到彼岸，我要开智慧，我要证阿罗汉，我要解脱，都对啊，没有错啊。这些叫文字向上。修行是什么？讲是这样讲啊，我要出三界的了生死求解脱了，都没错。可是你注意看反过来，某人修得很好，他能够不睡觉，他修得很好，能够不吃饭，修得很好，能够在水族箱里没问题。他修得很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修行的矛盾。他讲的，你去留意看他讲的是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正果、成就、解脱、成佛等等。可是看到别人修得很好的时候大概就破功达道、水气千条，就开始讲这些了。所以呢，他可以在地上埋在地下一个月出来还不会死，就开始讲这些。你知道这两种语言对他来讲是同意义、同一种意义。换句话说，他对佛法是什么根本就不知道。他搞不清楚
但这些语言讲他自己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，一波在那破光打道义啊，波在那水气千雕，所以你起码都讲别人。爱讲他自己呢，他只好背佛教语言，我要开悟，我要正果，我要成就，我要解脱，我要成佛，我要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断烦恼，什么通通背出来，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无意义，而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什么？他从经典里学来的，他知道这个叫正知见，这不叫正知见了。这个叫做语言表达正确，只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任何意义，跟知见没关系。知见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这只是名相，你背得出来而已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你从另一面来讲，他在讲到那种成就，什么红光啊，什么红身啊。什么什么光宗化佛啦，讲这些啦，那就表示他对佛法的认知还不清楚，背给你听的名相只是名相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修行是什么？你要这里所提的与佛法中得最圣洁。你要弄清楚啊，你有没有最圣洁啊？不要闭着眼睛听了，那不要强了。那，你根本就不解啊！你也解什么？现在讲到修行这个东西，怎么得最圣洁啊？修道，走路可以驾着白云跑，有没有厉害？还齐天大圣都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可齐天大圣并没有成就啊，对不对？他翻跟斗一翻就10万8千里，嘛就叫我做俩等来啊。那有成就啊，不是没成就啊。叫你来翻，你就没办法翻了，你只能坐飞机，你没有办法坐白云，对不对？你说谁呀？某人好厉害，他可以坐在虚空中。哪里虚空中？没看过，不是，他就坐在离地2尺的地方，打坐可以飞起来。他会怎么？为什么会去羡慕这些？可见他对佛法修行是什么根本不了解。你要弄清楚啊！现在你也一样。你要求解脱，解脱干嘛？解脱以后要干嘛？跟你讲，从来没想过啦。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干嘛？到那边你都不知道吃饭想吃什么他就来什么。你看，我看你有问题啊！吃完了他自然就走了。你在这里都不吃牛排，到那边吃牛排是吧？然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都不用煮，他就自己送来了。你去饭店吃饭就这样，不用煮，人家就会送给你。吃饱饭屁股拍拍就走了，人家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。那你不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是往生餐厅啊！你到五观堂去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问题啊！修行是无止境，你要去知道定义是这样。修行这件事跟我们生活一样无止境，只是你的生活大概活到100岁就差不多了。因为超过100岁的人，总统会颁奖给你，你知道吗？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我们假设平均每个人通通100岁，也不过你生活100年而已啊，是吧？过100年，你非死不可嘛？但修行以后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永恒的，天天可以过生活，而且天天可以过那种止于至善的人生啊！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红尘中这种有逼迫的人生啊，有很多啊，
叫他工作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呢？能不能够不工作啊？你去瑞士嘛，你怎么不投胎到瑞士去啊？那北欧国家都不要工作啊？你看欧元都要崩溃了，他们东西卖到这里还在涨价。我说欧元已经跌到这种程度，你们那些国家凭什么涨价？对不对？欧元跌了，汇率跌了，那价格应该就下降了。那国内的进口品你还不下跌，还每年都在涨价。哎，他就是要照顾那一群，可以不要工作的。现在这些福利国家的年轻人，他们只要工作到35岁就可以退休了，你就到那边去投胎去，你不要投胎到这里来嘛，这样有够业，够有够歹命。我们到国外去，你看常常报纸上讲，这些年轻人在设计35岁退休。保险业务人员就跟他们设计35岁给你退休，那保险好做啊，因为你跟他买保险35岁就可以退休。然后我跟他说啊，我活到60岁这样比作为啊。他说啊，你本来就白做了，你可以不要做啊。35岁退休以后，各种福利收一收啊，他成天带着孩子去旅行啊，他可以啊。而且呢，生的越多，领的越多，你知道吗？孩子从你怀孕开始就有补贴了，一出生以后，牛奶啦、什么东西、奶粉，通通送给你啊，奶嘴啦、奶瓶啦，通通给你啊，所以你生的越多，领的越多，有啊，福利国家，你去吧，因为你没有那个福报啊。投胎投不到那里去，投到这里来，而想要有那种福报，那就叫业力，叫业力。所以你投胎到这里来，你就应该这样发愿，我要认真工作，而不是说哈，看能不能不要工作。为什么一定要认真工作？你要留意到啊，这是一个关键。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是有这个逼迫。你只有透过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修行，我们前面讲的象限转移以后，再经过菩萨地，到菩萨地以后，才有可能趋向于止于至善，知道吗？那种生命是在等觉菩萨以后的位置，不是你现在的位置，知道吗？弄清楚啊，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，到了大人位就可以了。可是你还不太会适应，等觉位就会适应了，会起妙用，那就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，你的生活就会很好。所以修行的意思啊，它的基本定义就是永无止境的生活。所以修行是无尽的超越，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？修行的工作叫做迈向未知，然后无尽的超越。你只要想说待在现有的环境里，偷一次懒，我告诉你啊，会有偷懒观念的人，一定是无间业。无间业，那假如你偷的是十方大众的，那这叫偷生死物，无间地狱业，你要留意到啊，因为这是十方的啊，供养你是要给你精进的，你怎么可以偷懒呢？你养成偷懒的习惯，那就无间业形成了嘛。而这又是地狱业，所以叫无间地狱业。但是你在这里要是养成精进的习惯，那也是无间业，但是无间殊胜业，就差别就在这里啊。为什么他讲精进？
为什么不讲 relax？ 啊，让你放松一下。没有啊，没有放松 Purimi 啊，没有啊，他只有精进 Purimi 啊。如何精进而不会胃溃疡？如何精进而不会肝硬化？那才是功夫啊！啊，我们一精进啊，叫做心功灰热的，对不对？心功火热嘛，啊，你就会得肝硬化，心律不整啊。有很多人一精进啊，就得糖尿病啊，那都是啊，你在精进的过程里，你的紧张。思维模式错误所造成，哎，你的思维模式要调整好啊，那病就好了。这常跟各位讲啊，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留意到，弄错不要紧，你真精进呢不怕病，那个病不会障碍你，你必须赶快穿透它，这个就是关键处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处。好，那么现在跟各位谈修行这个定义，既然是无间断的永恒的静静的航行，它不是啊要你去张扬去炫耀，你以为修行好了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是错误的，都是错误的。修行不会说我修成了要怎样，没有啦，所以很多人讲说哈，只要我成就以后，我一定回馈众生。那是你在说的，成就以后你一定一直多点红白，你不会怎么回馈众生啊，什么普度众生不会啦，因为你是这个自私的人。成就以后，你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坐在桌子上，心珠白牙呀，一个是挂在墙上，就只有这两个位置啊，你不会普度众生啊。所以要普度众生的人，他只有两个工作，一个埋头苦干，第二个认真服务众生，这个叫做大圣愿，于大圣愿恒不退转，这行的本色。自己又埋头苦干服务众生，这样而已啊。你假如没有这个使命感，没有服务众生的使命感，你绝对没有止于至善的这个道理。我们跟各位讲过啊，这个世界都是穷人，只有一个富翁，这个富翁有什么好富的，对不对？等我成就以后再来度这一群人，那这一群人都是穷小子，只有你一个富翁有用吗？没用的，不可能。你必须广结善缘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们在服务众生，我们是在广结善缘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现在什么度众生、救众生、跟众生讲佛法，你谈不到，谈不到。你只有广结善缘，别想教人家。懂吗？所以于大圣愿恒不退转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是你对于修行的一个基本认知。所以你今天既然想发心要修行，来到这普贤圣的道场里，那就告诉你，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别再想那么多了。因为这条路是越走越好，越走越宽大，这是一个基本定位的问题。你不要用你的想法，你无法去解释，无法去解释。大概你真的投入3年的时间就可以了，你会开始发现你自己开始在转变。3年投入，你不要管那些是非善恶毁谤，不要管。所以你只要真想定位，就是那么一句话，八风
不动，八风吹不动，管你什么境界，我不管。我现在就把这个东西，我投入，好好把它做好。3年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叶海填平了，菩提高地啊，出现了。当然，你要懂得方法。那前面跟你讲的象限转移的功课，它很快会转变的。但是你这个定位没办法定啊，是没办法的。有好多好多你的方法，前面跟各位讲过，你要发愿。发愿呢，聪明的、智慧的，大概3年呐。笨的大概5年了，差不了多少。你发愿文写完，折起来红包袋装着，压在佛前。明年的这个时候啊，你把它打开来看，你要会吓一跳，哎呦，我去年怎么这个样子，好不要脸哦，赶快揉掉，再写一张，保证你啊，这一年是长足的进步。你才会汗颜，知道吗？第二年写好又把它压着。第三年来，这一段不错，不过这一段这样不好，要改一下。然后会觉得这是十全十美的，然后又压在那里不敢讲。第三年拿起来，这个稍微改一下。哦，去年发愿还不错，差不多了，3年满了，对不对？已经第4年了，你写的就完整的。要再改呀，大概没得改了。你要说笨一点，我文词写的不好，进步比较慢，第4年、第5年再改有可能，但已经差不了多少。你的性格，你的性德。大概就定了，然后坚持下去，从这个时候开始3年，你一定有大变化。你的眼睛放出来的光芒啊，就不会贼光，会有一种智慧的光芒。因为这几年你发现，这前后顶多6年了，你是开始在做内练的工作。那你一脚配合我们的常观行法，那就会更不可思议。你四修法也在进行，不是只有理法界而已，四法界也在进行，那就很扎实的前进。要留意到，这是讲你实际修行的。我是这样讲的，你有没有这样做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要做不做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已经教你了。没欠你的，你要不做是你欠我的，我是跟你讲清楚啊。你说你来一修修半天，你也没讲到怎么修，我已经跟你讲好了，每年要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写下来嘛，谁骗谁啊？你自己写，写给你自己看嘛，谁去跟你偷看？放着。第二年会吓一跳啊！这是我写的嘛？哎呦，别更小，你就去改嘛。这表示你是非常大的进步，你才会否认你去年那么庄重的发愿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第二年会给大概改一半的，因为大概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呀、啊。第三年大概没什么改了。有的话就是说我笨一点，文词措辞不好，那再修改一下，所以估计4、5年就弄好了。然后这个方法既然这样定了，我就坚持下去。那前面5年是你的基础嘛？你说你3根够，3年就够了。然后呢，后面你讲前面3年，后面再3年就可以了。前面讲5年，后面再5年嘛。告诉你，你在法界中的基本定位啊，就成型了。
那你说我们什么果位没证得，你证果位干嘛？这不是分鼓励呀、啊？你的程度到哪里呀、啊？因果力就到哪里呀、啊？这不要人家同情啊！这你自己的实力嘛，要谁赞美呀、啊？不要。你就很快会进入修行的领域，进入你生命改造的实际状况里，而这一套是真正生命改造的工程。你要把这个东西配合你的常观行法去做象限转移，你的层次会非常高的，既有理法界，也有事法界。是吧？这个像什么？如人两脚，如鸟两翅。你很好飞翔的，是我们这里才有的，知道吗？这叫满汉全席呀、这理法界、事法界都有啊。那唯一的就是哈，既然吃满汉全席，money 就要比较重一点，所以你自己就要辛苦一点啊，没有那种平白的啊，人家十念往生就可以了，我就修那个法，那你就去吧。哦，那救济餐呢都免费的，免费午餐你可以去吃，我们这个是没办法，你一定要下真功夫啊。啊，你要相信说，哦，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娑婆众生啊，很难修啊，五浊恶世啊，那你就去嘛，你去五浊恶世嘛。我们这里是正法时期啊，把正法教给你怎么修的，你没有这种信心，你就不要来啊。啊，求了老半天呢，摸索老半天，就是要为这个啊，你还再把那一套拿出来哦，什么末法时代五浊恶世啊，众生难调难服啊。那你要认为你是难调难服，你最好去十念往生。你想想看，既然是难调难服，有可能十念往生吗？这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吗？啊，对吧？又是刚强难化，然后十念就往生，这是什么道理嘛？那不管，哦，假如是这样，我们也随喜功德，啊，称扬赞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来到这里就学真的，学真的，除非你不想到处逃避的、摸鱼啊，哈，想在这里混饭吃啊，那些我们也跟你讲清楚你要混你就自己混，因果自己算。但是这个地方的要求就是这样，你跟得上吗？这个很重要，好，所以。修行的基本定义告诉你了，你要具备那种难扶善根呐、你才能走得下去呀、好，一个是善根，一个是你要具备的对修行的认知，这两个要件啊，具备了。下面是菩萨安住此。难得行矣，于念念中能转阿僧祇劫生死而不舍菩萨大愿。你注意到哦，前面这两个要件具备啊，你就安住在这个难得行里面了。我十个是各跟你举一两大类啊，各跟你举一个，每十个条件只跟你举一个条件说明。啊，其他就要你自己去充实啊。那么我那十个每一个跟你讲啊，这个就讲不完了啊，20个就讲20个小时啊，那不行啊，所以我只是跟你提一下，其他要你自己去充实。你是个修行人，要有解决困难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。修行人谁最像修行人呢？推销员最像修行人。推销员，因为他每天都要碰到客户啊，客户都有各种，
非常讨厌的问题来考他，啊、哦，有些客户你看，那讲一讲，好，我等一下再来，等一下再来，哼，等一下你就不来了，还是什么？等一下再来，你想溜出去就讲说等一下再来，不行，回来，为什么？你不买我就没业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困难，不能让你等一下再来，等一下再来提货，先缴钱，对不对？业务员就要做这一点。现在钱不收下来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就风险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哈，这修行人都不知无常，你看看怎么修啊？啊，我睡饱再来修，睡饱，睡饱那一段，黑白无常就把你抓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无常观嘛？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办好，嗯。黑白无常来，我脚一蹬就把他踢走了，左脚踢黑白黑无常，右脚踢白无常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这件事情办完，我不怕他来。你要有这种本事啊！你不是啊？嗯，不会啦，我的寿命不会那么短呢、啊。嗯，我睡饱再讲啊，吃饱再讲。那个等一下就是风险所在的地方，这个是每一个推销员都有的基本概念。要没有这种基本概念，他不是良好的业务员。同样的，你是一个修行者，你就要有这种无常观，无常随时会到。这支香我不办好，下支香谁知道命在哪里啊？这个一定。大成就，这个才叫修行人嘛。那你想想看，具备没？师傅说，我都靠上师傅就好了，反正有师傅会负责。我跟你讲，你要靠过来啊，我这边动力很苦啊，对不对？你靠过来，我就不给你压倒了，怎么可以给你靠？一定要你自己来，要你自己来，所以随时随地都要处理这个，你才有可能。所以这两个问题你要先具备。那你看难得行的菩萨他是怎么样？他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，于念念中，你留意到这个问题哈。能转阿僧祇劫的生死而不舍菩萨大愿，这十行位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菩萨第二第二瑜伽处的行法，那两个条件具备，两大类的条件具备。念念中啊，你看绵绵密密啊，那像我们一支香又一支香。那当中一支香跟一支香之间，首先去吃饱一下。那禅堂里头啊，都有那个菜包、馒头，要不要自己去吃，自己去拿。那吃饱以后啊，天又冷，被子一盖，伸个懒腰，反正呼噜呼噜哈。刚才吃馒头，现在吹包子。还要呼噜呼噜打呼啊，能起来啊，24小时过去了，要赶回来刚好接下一支香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已经过一天去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这个没有用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念念中，一念一念之中。那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讲几个问题啊。修行到这个时候哈，这个念念啊，已经不是你大脑关心无常的那个无常念了。你要留意啊，你那个无常念是生住意念有没有？那变意念的无常念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图跑出来一下，这个。我必须跟你讲这个东西，修行这个层次感你要有。
因为你没有层次感呢，你是糊成一团。生住一灭，这是本体念，有没有生灭念？这个是变异念，对不对？这是善恶念，本体念、生灭念、善恶念，这个是变异念。你在讲的念念之中是指变异念，这个地方不是修行人的，这你根本还没修。你来到这个善恶念，这是修养人生。真正修行是从生灭念开始。那么来到这个实行位的时候，他在生灭念里，他已经训练到很少念头起的，你要留意到。哦，跟你讲不一样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进入在我进入点的这个地方，在难得行这个地方，他已经是法界生命的，他不是你这个地方的这种念哦，倒不是哦，所以你不要看念念中哦，人家念念中能转阿僧祇劫的这种生死重罪啊，你哪能转？你根本不能转啊。这是有四法界实际修行的功夫在啊，也就是你象限转移，经过十牛图的那个沉浮有没有调伏、降伏，然后呢，你的 prana 又自己能够 不是你导引 prana，是 prana 会导引你的，你已经没有妄想、没有妄念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候你直接就进入修菩萨地可以。经过那个静观里头，瑜伽伽波密的十个修行位通过了，直接就进入十住位来修菩萨地，可以，可以啊，不是不行啊。那个时候一个念头起跟一个念头之间，不是你这种念头啊。它是非常干净、非常清净的，无有杂染的。它是属于从生命念到这本体念之间的念呢、啊，跟你讲的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它的一念起、一念灭当中啊，已经不是那种无常相了。它一念起就很长了。你没有办法体会，所以我们跟你讲说，为什么一定要训练呼吸法？到实际进入状况，一个呼吸是15分钟以上，那才初学而已啊。在那个呼吸当中，你根本不可能有妄念。初学第一步，你要进入象限彻底转移的时候，一个呼吸从15分钟开始。开始起算，跟你讲的不一样啊！这是实修的实际状况，所以你要怎么修啊？你怎么用你的大脑去想啊？你自己哈，嘴巴封起来，鼻子封起来，15分钟看看，肯定你进殡仪馆，知道吗？但是你按照我们这修法。15分钟，它会一直加长，跟你想不一样啊！所以你回家不要自己试啊！有人说要剪断舌根，可以自己剪自己割哈，那时候讲话讲不出来而已啊！你要试了15分钟以后再喘一口气哈，那已经到殡仪馆去了，所以不准你在家里自己胡搞瞎搞。关键在这里，尤其是教你好好修的时候，你就不愿，然后自己啊自己搞一套，我也有可能啊，那有，马上就可以睡在棺材里面的可能，这是不容许的，不容许。所以你要留意到训练，它有一定的过程来到这里。好，现在要跟你讲，这个念念中。因为你经过静观的训练，静观里头有一个叫能所真妄，
那这个能所当然是真哦，没有妄哦。当你看到一个念头的时候，有知心在，心不动，有没有？见根在，根随缘。你看到一个念头是看到那个缘，看到那个缘。那现在呢，你又能所很清楚的开始要碰在一起了，要合一了。这个时候的念才叫做念，而这个念不是妄念，不是真念，不是那种念，它本身就是事实的存在。而这一个念头起来，它啪捕捉住就不动。什么时候才有第二念呢？那要那个心在见根在，跟随缘，因为根也是不动的，在有缘来它才动啊。所以当第二个缘还没出现的时候，念是直的，这个生命观你没有了，你想象不到了。你说你多高修，看到啥看到啥，叫做看到鬼啊，不可能的啦。因为你不经过我们的科班训练，你得那去扛啦，那牙，不是牙卡裂的，那更丢啦啥？你会有那些东西，通通叫做外灵介入，不是修行的东西，是因为你前辈子不是这辈子，前辈子修行有贪念。有贪念，再加上这一辈子以后的一辈子，你又有个缘，有个缘呐，啊，因为你的贪念也不是恶念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只是想多度几个众生的那种贪念而已，而你不是真度众生，是假度众生，用妄想心度众生，所以叫贪念。好了，这贪念过程当中，也帮助了很多孤魂野鬼，这辈子姻缘到了，他来找你了，啊，所以你就会通。我跟各位讲，你们在通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得到。啊，你在通，你就以为你很厉害，别人都不通，别人不是不通。别人不要通。我讲一个给真实的故事啊，有个老奶奶啊，老奶奶通啊，从小姑娘的通啊，通到92岁，一是二郎将杨健，你知道有二郎将这个人吗？杨健这个人吗？什么时候有啊？只有《西游记》里面才有的，真有这个人吗？你都信到这种程度，你想想看，哪有杨健这个人呢？他是小说里面写的啊，通灵的别的不通，专通这种封神榜来的呀，《西游记》来的呀。还有一个天通的是天蓬元帅，哦，我是爱婚你，我讲迄你都个叫八王爷就好啊，二师兄嘛，对吧？啊，你个叫猪八戒，你有精，你那个叫八王爷。北京有个餐厅叫八王爷最喜欢的肉，我他妈请问八王爷在大起来的。结果就是猪肉。二师兄嘛，对不对？大师兄叫齐天大圣嘛。你想想看，这些人会跟你相应，根本就是个问题嘛。那不要紧，你要懂得通灵本身啊，他要你超度。你要把它渡走，不要在那边跟你正常生活过过底嘛。但这些叫好奇，
不能够说他完全没有谋生能力啊，他是好奇心，跟他多玩两下子死了，你就完了，就上升了，你又脱不掉了。好了，这个老奶奶啊，往生前啊，跟他一个小孙女讲，我把他给你好不好？不要。那小孙女啊，四十几岁啊，从小看老奶奶在办这些事啊，他已经早就厌烦了。他说你有善根啊，他坚持不要。旁边一个哥哥很想要，对老奶奶说不给你，你姻缘还没到。他气得要死，你给他他不要，我要你不给我。好了，最近起档啊，最近啊，哎，通了，来找了师父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你要知道哈，现在要收妖，你要怎么收啊？他马上是万能的，你懂吗？你要留意到啊，这种东西你不会处理啊，你没有科班的整个修行走一遍啊，你怎么处理这些呢？一有这种能力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欠个俩没掉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执我慢都起来了，还叫你师父不错的，你都没我本事啊。关键就在这里。所以真正修行是什么？这个才是重点啊！你经过我们训练以后，这经文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在念与念之间是纯善，纯的，不是我想善，想的善是假的。留意到吧？你不要看念念中念过去啊，这还不简单？一念一念之间啊，其中无夹杂，可以吧？但那跟我们这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没有经过里面实际上修行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念头，那都无常心啊，无常念啊，那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呢？不可能。所以这个地方经文是这样讲，这个念念中是清净念，不是无常念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你要是没有真正的四修法，你怎么了解到？你怎么体会啊？所以这在跟各位讲修行啊，是讲真的，不是说说看、听听看、试试看、做做看、修修看，那些都不算了，都不算。这是真正的走过。所以一念与一念之间呢，你就能够转。他这个地方不讲消，也不讲灭，你留意到全教啊，就讲灭或者断。灭多少生死重罪，有没有？拜忏的时候有没有？这个地方讲的是转。为什么转呢？你过去所造的因必有果，而那些果现前呢，一定是你的恶因所造的恶果，那当然你就要苦受。那你造的善因当然有善果，那你就去享受，享受也没用，享受完就没了，对你灵性的成长没帮助。所以呢，这个转是这样，把你所种的善因到达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不是享受完就掉了，是转为菩提因，知道吗？善因转为菩提因，你造的恶因所产生的恶果也转为菩提的增上缘，你要留意到这个地方哦。所以病是一种果报，死也是一种果报，病苦跟死苦都是恶因所造成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转就是这样子。当你病来的时候，那苦逼迫你，你转为修行
的动力，这个叫做增上缘，这个、叫增上缘。那你有善因，那就有善果。善果，你不要享受啊，你不要纯享受啊。那这是我修来的，为什么不能用啊？当然可以用，但你用成一种消费型的享受啊，消费完就没了，就变这样。那我们要把它转为菩提因，就这个善果现前的时候，那我要修行。有个同修，那这也是常跟各位讲，哎，丹念，我产后啊，我没用心啊，无啦，没用心，你闭关啊，我闭关都要算啥？吼、哦，我山顶呀，那么3000万啦，6000万啦。20-30年前、啊、我来电哦，我传真，我提一个事，哦，啊，我提一个事，啊，你嘛，要传了极乐世界，啊，你们在，足好事，啊，然后他就准备了很多啊，早上几点起床啊，种菜啊，干什么都自己搞，没错啊，哦，啊，那你还有什么？有，我什么经本都准备好，什么藏经什么藏经，哇！你搞那么多藏经，你还要种菜，还要煮饭干嘛？啊不，这统统要自己来。我说你搞那么多好像不太对吧？啊，谁去护关呢、啊？哟，我叫一个谁，他每个礼拜啊要把《时报周刊》给我送上来，你们当然昏皮。你怎么想你都没想到说搞了3000万-6000万的一个别墅要闭关，这是很好啊、哦、啊，原来这当中还要在一个时报周刊，我看你闭关要干什么。这个就是啊，你有福报可以享受，你可以转为菩提因，但是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习气，你知道吗？这就麻烦了，他不看时报周刊他活不下去啊，你要怎么闭关啊？这个就是啊，有善因就会有善果，善果要转为菩提因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不然没转过去的话就没转过去。他虽然想修行，但是富贵学道难啊，当然福报你看嘛，就夹杂一个，我想不止啊。后来我就问了，那除了时报周刊还是什么？我要跟你带什么？不，几种周刊我都有。那就别修了。肯定哈、哦，他看那些杂志哈、哦，会比看藏经哈、哦、来得精进。还有，他有3次电话。一个人住3次电话，你要怎么办？又有铁律师，那时候，你看他怎么闭关？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也是问题所在。所以要转为菩提因并不容易，要作为增上缘也难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你的习气、你的无间业所造成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四修，知道吗？四法界的修行，去把那些大脑运作的习气给终止，你才有办法真心现前，真所现前啊！不然下面你没办法做。这是第一个、啊、在这个地方啊，于念念中转阿僧祇劫生死，而不舍菩萨大愿。这个不舍菩萨大愿，跟前面恒不退转与大圣愿恒不退转是相应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讲到这里。